獅子山同圓規兩個風暴四日內連環吹襲，天文台今次提前預告，有市民嚴陣以待。葉妙報導。梨園門三家村係水浸嘅黑點，朝頭早已經有工人開始搬運沙包，啲店嘅附近亦都堆咗唔少。袁太間店就喺碼頭附近，佢話今日唔會開門做生意。沙包啊，攞幾包咁樣啦。你話齋，你嗰啲咩板啊、咩剩啊都冇用噶啦，周圍入水啊呢啲，知道係打風咧，就入貨都少咗啦。即係呢兩日都唔會入貨嘅，咁樣咧就應該咧就損失就冇咁多咯，驚驚地啦，希望咋，希望佢唔好浸上嚟咁樣噶咋。做海鮮批發嘅佢就好彩啲啦。因為我哋做批發嘅，我哋即刻翻嚟就即刻走嘅，就冇點雜貨嘅，剩翻好少海鮮啊，等海養咯，啊，因為我有啲網啊嗰啲啊，抌曬落海養唔理噶啦啊。點防範？經歷咗山竹同埋天鴿嘅陳先生累積咗唔少經驗，不過都冇鬆懈。所以頭先我揾隔離嗰個師傅幫手同我整整個窗先啦，因為啲水咧撇入嚟啊，我驚佢頂唔住啊。有冇已經即係濕定啲背囊啊？硬少少先，硬少少，整個處理好咗啲出邊嘅嘢先。另外一個打風重災區杏花村，有人喺海旁安裝咗擋水板，大廈嘅宅外亦都加裝咗紅色嘅網，有住户窗外面貼咗膠紙防風。有線電視記者葉妙報導。